谁能够执法的族群，就是所谓的基因形态学的弱法的人才能够执法，或者是什么受伤的，就是他所谓的车祸，脑开脑之后一个疤痕一块没有，这个就可以套执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从所谓的为什么会雄性弱法的原因，我们再来介入所谓的执法。对，不是说哎，这个人他就是可以执法，这个人没有，这不是一刀两断的东西了，这不是马上这么清楚的东西。你说民众该怎么自我判断？应该是说，今天如果是一个雄性秃的一个病患，他如果发线往上了，有些人可以接受啊，我发线往上，他觉得很帅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觉得我不能接受，我就是要拉到我原始的发线，你说他有错吗？其实也不是错，你说这个民众跟这民众谁对谁错？其实没有对错，每个人想要的不大一样。所以说我不能够以我的医生的观点，我绝对因为怎么样，因为这是一个美观上面的一个看法。对，我希望能够导正这样的观念，并不是说他开始弱法了，我开始发线往后退，我就一直拉到这发线，一直拉到这发线，其实不是一定这样做的。不是说你发线退了你就是该执法，这样子我觉得是骗钱。